Hello， 好朋友们，大家早，我是发电哥，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房地产投资、农地、建地、征收地啊，顺便来聊一下这个有关房地产投资的一些基本的概念。我调整一下我的内容好了啊，因为我内容是要讲农地跟征收地，对不对？好，没关系，我们来这个标题来看一下哈，标题就是房地产投资，这个标题是蛮大的啦啊，有可能还有很多前辈是有资格讲这个部分，比我有资格讲房地产投资的前辈实在太多了啊。那发电哥大概从房地产的一些角度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发电哥房地产直播呢是竹北地区啊，讲建案最齐全的影片视频频道啊、哦、啊。那当然很多部落客也有在做房地产的看房笔记或日记这些的，不过发电哥的主要的强项就是做自媒体行销，用网络影片行销，用 YouTube 行销，用脸书来行销。那发电哥从七月份开始来做影片的一个推广房地产啊、也是新竹地区首最新最及时的第一次有人这么做啊、而且啊已经持续多少久了？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已经持续六个月半年的时间，全部都在讲大新竹地区的房地产。今天来讲房地产投资怎么赚，房地产投资有哪些机会，房地产投资有哪些风险。对，大家都说买房子会赚钱，投资房地产会赚钱，到底有什么风险？昨天就今天早上我好朋友何登哥跟我打电话联络说，他要这个介绍我去认识一些新朋友，介绍我去这个有一些资讯很不错要分享啊，介绍我说，他们公司的产品啊，公司很不错，我都觉得很不错啊。但是其实，在发行一个心目中最棒的投资型产品是什么？就是房地产。我们的钱有很多种投资的方式。大约我举五个案例给大家来参考看。第一个，把钱存在银行，这个方法赚利息；把钱拿去买，我们从风险从最低到最高啊，把钱拿去买基金，买白保险，第二个风险比较低的；第三个，把钱拿去买股票跟基金；第四个，把钱拿去借钱给别人赚利息，例如说你投资当铺。第五个，把钱拿去买房子。这五种投资工具，存银行、买保险、买基金、买股票、开档做当铺、借人家钱买房子，在发电哥的角度来说，发电哥唯一推荐的就是买房地产。买房地产为什么？因为买房地产，房屋产权登记在我们自己的手上，怎么样也是在我们的手上啊，而且在对的地方买房子，肯定赚的机会比较多啊。那投资房地产怎么赚呢？从这个画面上来看，第一个就是买低卖高赚价差，买便宜的房子卖高的价格。在竹北现在有投资预售屋，那预售屋买的是两年后的市场，但是现在因为竹北的市场很强势，所以有些人买来之后呢，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两个礼拜买到就转手再卖，这是一个方法，买低卖高。第二个方法呢，中古屋市场买低卖高，例如说你买法拍屋，你去中介市场买房子，这也是一种。好，那投资房地产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做包租公，收租金，买套房收租金。我在高雄有个好朋友叫做房管家张玉成，张总监，他规划过2000间房子，投资过600间房子。哦，他就是传统的包租公，他不做价差，专门做租金收益。所以他也协助很多好朋友买到合适的房子，改套房之后呢赚租金。比如说买一个200万的公寓，花100万改装，成本300万，可是每年的卖租金收益呢有30万50万啊，这就是投资报酬率。七红，你音乐可以小声一点吗？我会讲太大声。
所以房地产投资里面有几个方法，方定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个，直接买房子，去中古屋市场买房子。第二个，把你的老房子改建变新房子，租人。第三个，翻新房子。第四个，小房子卖掉换大房子，比我们本来是两房。这房地产上涨之后，你卖掉换到的自备款，你去买三房，或者三房买四房。第五个，以租代购，比如说你租进来的房子装修之后再转租。第五个，去法拍屋市场买房子。那我一项一项帮大家拆解一下啊，什么叫做拆旧换新？我们把危险或老旧的建筑物拆掉之后，重新盖成新房子，赋予它新的价值，然后银行会愿意借你更多钱。在以前，很可能我们的房子本身只盖一层楼，然后二楼、三楼的增建，那银行可能可以融资借贷的金额不多。但是如果我们全部拆掉之后盖新房子，我们就可以贷款贷更高，这也是一个方法。第二个，翻新房屋，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老房子重新翻修啊、装修，不拆掉、不打掉，只是把它拉皮装修。哎，在以前竹北，因为竹北比较少啊，台北市有一些30年的老房子、旧大楼，他把外墙全部拉皮翻新之后呢，单价从30万可以卖到40万，但是这翻拉皮的费用是由所有的屋主共同负担，这是翻新房屋。以租养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用比如说一平用200块钱去租一个房子，租到之后呢，我装修之后，我用一平1000块的租金来租掉。现在市场上，如果你去租6000块的套房，里面室内大概6平、7平、8平不等。但如果你有办法，一平用200块、300块来租到旧房子，装修一平可以租到1000块，以房换房啊。这个概念是什么？譬如说我是新埔人啊，我会想要把新埔的房子卖掉，卖掉之后呢，我来换竹北的房子。我把郊区的房子卖掉，我换市区的房子，以房换房。我可能郊区是一整栋透天1500万，我来到竹北可能只能换到三房，可是我愿意换三房，原因很简单，郊区1500万房子已经20年了。在20年，它是40年老房子，我把它换成新房子，三房全新的在竹北，10年后我是大圆柏商圈三房，价值会提高。以租代购是什么呢？跟大家分享啊，有些建商他房子空在那边，你不如把它租下来，然后约定好，我来这个某段时间，我跟你买进来，然后之后再转卖，这是一个方法啊。接下来就讲在法拍市场上买房，银行的法拍、法院的法拍、金融资产公司的法拍，各位都可以去市场上去找这种类型的产品，比市场上的行情会略低，可能打8折，可能打6-4折都有可能，低买高卖，这是用。在拍卖市场上来买房子，那买进房子有几种方法啊？几个管道，例如说亲友介绍、亲戚朋友、左右邻居要卖房子，我们来跟他买。第二个，不动产经纪公司里面买，去仲介公司里面买房子，那这个大家就很熟悉了。本人方一个就是一个仲介啊。第三个，从建商那边去买房子，比如说预售屋啊，或者是成屋啊，这是一个方法。第四个。到591上面，到报纸上面，到网络上面，到脸书上面买房子，有些屋主会自售。第五个，有些代书或地震室，他也有一些便宜的房子，有些代书会兼做放款，他会知道谁需要用到钱，他愿意便宜卖，这是买房子的管道。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买房子到底单价跟总价怎么算？很多人他不会算单价，他知道总价，可是他不知道单价，就说。广告上面写总价1580万，可是里面含两个车位，三房双车位1580万，那你知不知道单价怎么算？所以每一坪的单价乘上你总共的坪数，这就是总价。可是你必须要扣除车位价格，例如说四房双车位，双车位一个车位是120，两个车位240，
那1580万要把240扣掉之后是剩下1580扣掉车位是1340万，那1340万扣掉车位坪数可能是30坪，那我们就除以30，那一坪就是44万、哦、所以要先把车位坪数扣掉，车位的总价扣掉之后，再除以房子本身的坪数，你就可以知道单价了。所以单价总价都要看。好，接下来范哥来分享一个啊，有时候我们看到总价800万会觉得很便宜，总价800万很便宜，比如说三重的1005年总价800万，你觉得很便宜，你会想去买，可是你忘记了去算单价，换算成单价之后，你就发现哇塞，单价不便宜耶。比如说800万除以总坪数，假设这个三重的房子，一坪是16万，你800去除16坪，单价是50万，怎么？总价看起来便宜，800万便宜，可是单价50万很贵。那我们再举反另外一个例子，台北市大安区总价5000万，哇，总价5000万，哇，买不起、啊、可是你去看，它总共坪数是100坪，5000万除100坪，单价也是50万。怎么样？三重也50万，大安区也50万，同样都是50万，哪里便宜？当然是大安区的50万便宜了，三重的50万就比较贵了。我只是举个例子啊，大安区跟三重区总是不一样的嘛啊，所以总价高，但是单价是很实惠的。但是我们刚刚看800万是总价低，可是单价是50万，是很贵的啊，所以是不一样，单价总价都要看。所以这个部分发电哥会来跟大家来做分享。接下来看房子 会上涨会下跌，像我们标题发现一个标题讲了房地产投资农地建地征收地，那到底现在竹北市要买农地建地征收地，买什么比较好？我来分享一下、未来竹北，现在就看现在竹北了，现在竹北的房价都已经在30多万了，那请问如果现在竹北的建地一坪才40万，能不能买？当然可以买。如果现在房子是30万，建地才50万，能不能买？我认为还是可以买。那现在埔玉田啊，讲埔玉田，埔玉田现在一样是卖8万9万，换算成建地一坪是20多万，可是现在竹北的房子，高铁房子一坪已经30万，埔玉田建地换算单价才20多万，你买不买？你当然要买，房子都比土地还贵了，你还不买？所以现在会有一些投资客，他已经把资金导到建地。导引到征收地这件事情，各位一定要关注哦。已经有人在做，你如果还没在做，赶快联络发电哥，因为市场在变化，发电哥在市场上随时随地帮各位来关注啊。影响房价的因素有几个，第一个总体经济，景气好就会涨，景气差就会跌，这不用我讲。贷款利率降低，房价就会往上；贷款利率升高，房价就会下跌。这也很简单，原因是因为利息便宜，大家就会买房子。利息高，大家就会卖房子，因为你囤房的成本比较高。第三个，人为炒作，竹北市场，竹北这个房地产市场，还有新竹市东区这个市场，因为买进的人多，炒高了。但是你会说，炒高了没这个价值吗？我说不然，柬埔寨金边是用炒的，但是竹北不是炒的，不一样，因为竹北是有天然的地理环境条件。然后我们看第四个，建筑成本，现在的建筑成本，你看一个工人要5000、8000才可以请得到工人，是不是建筑成本高了？建筑成本高了，房价就会上涨，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你看现在台积电在盖厂，找不到工人，那工人高薪去聘请工人。第五个，房屋的居住品质好，你看我们竹北地区的居住环境好不好？好，房价就会涨。第六个，空屋率，空屋率增加了就会跌，空屋率减少就会涨。可是各位很多人说竹北空屋率很高，可是我不是这看法，竹北其实没什么空屋率，因为竹北人自住一套买一套，自住一套买一套，没有空屋率，通通在客人的手上。最后来讲一下房价啊，房价就等于自备款再加尾款，自备款就是我们投期款，再加上银行愿意借我们的钱。这就是一个房子总共的价值。那房地产的价值跟个人的信用会影响到自备款跟贷款的比例，是吗？比如说，这房子有1500万，三房双车位，有这个价值。可是我们是自营商，我们收入稳定的收入不没那么稳定。有时候我们做生意，有这个月会进来30万，下个月可能没有进来。这银行
会依据我们个人信用来评估，而有些人他可能是买一个非常有行情的房子，可是他没有信用就卡住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投资不动产的各项税负。投资农地或是投资征收地啊，如果是农地农用，他就免了各种的税负啊，因为他是农地嘛，没有契税，没有房屋税啊。那农地农用免征地价税。那投资房地产各种税已经有哪些呢？契税、房屋税、地价税、土地增值税、财产交易所得税、印花税，这都是买房子各种税。可是各位，这些都不用看，你只要看房子会涨你就买，就这么简单。竹北会涨，继续买。未来十年，未来竹北的十年啊，你看今年本来想说新冠疫情会结束的，没想到没有结束的感觉，它要再来继续冲击人类社会。你看。那竹北怎么看？全世界因为不敢出门，所以他必须使用手机、使用电脑、使用网络，所以网络设备、手机、荧幕、电脑都会继续大好。那台湾人的工厂专门就是盖帮你搞手机、电脑、搞电子零件，所以台湾人的公司还会持续的赚大钱，赚全世界的人的钱。那全世界的这个科技公司主要分布在台湾、日本、美国、大陆，那这些都是在疫情的影响范围内，唯独台湾目前也就这么百位数的感染人数，所以我们的科技业还会持续大好。各位，只要科技业大好，新竹园区大好，竹北房地产就会大好，未来还有十年的好光景。持续关注发电哥的房地产直播频道，买进新竹的房地产，买进竹北的房地产。没有买房子的赶快前进竹北，把钱准备好，找发电哥买房子就对了。今天发电哥的房地产直播讲的是房地产投资，专家一定很多的，比发电哥厉害的专家多太多了，可是我还是愿意花时间鼓励各位不要怕竹北，你不要怕，如果连竹北都怕，你最好赶快把你手上所有其他的房子全部脱手了啦。讲重话一点是这样子，如果你竹北不敢买，你新埔的房子为什么还留在手上？如果新竹市东区的房子你不敢买，你琼林的房子也应该赶快脱手嘛。全新竹最猛最厉害的资金最集中的地方就是在竹北，那你认为你来竹北买房子会害怕？我可以跟你说，比你有钱的人都没怕了，你怕什么？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会发生。新冠疫情发展到现在，没有一个投资工具比房地产更值得放心的了。你唯一可以放心的买的就是竹北的房子，你唯一可以放心的买的就是埔玉田，你唯一可以放心买的就是买竹北周边的农地。有钱人还是很多，有钱人能够一下把几千万花掉了，唯一一个工具跟管道就是买房子、买土地、买征收地、买农地。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一定会发生。发电哥每天持续在线上为各位分享大新竹地区最新最及时的房地产资讯与消息。关注发电哥，让你房地产发又发。谢谢，明天见。